拿一个去给宝宝吃，拿给宝宝吃。拿给宝宝吃。躲起来好不好？向妈妈躲起来。嘘，嘘，看，你吓人的呢。哎，要吃午餐了呢。老婆，那你要吃什么？不是我要吃什么，是小孩能吃什么。泰式的可以吗？我不要。牛冻呢？我不要。关东煮可以吗？我不要。拉面总可以的吧？我不要。鸡冠香肠鸡可以的吗？我不要。小伯，不要弄你的贡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没有人讲话啊。真的是小伯。没问题，马上安排。宝贝，待会想要吃什么呢？看你呀。你觉得待会晚餐要吃什么？不知道。等一下中午吃什么？青菜啦。那你待会有没有想要吃什么？都可以。